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保留指的半音阶，打开节拍器，速度调到41。做一个总结吧，节拍器速度有点快，手指技能还没有练上去，有点跟不上。在这个1品到3品呢，因为它指板比较宽，所以练习难度会大一些。从这个粗的弦六弦到一弦方向弹的时候呢，有这个手指触碰其他琴弦的这个问题，要让手指能尽量保持站立。才不会触到其他琴弦。好，视频到这里，喜欢就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